大家早安啊！哇塞，看到厉害的东西了吧？哦，完蛋了，他被他赶走了，超厉害的！哦，别走，别走！大家早安，大家早安！巴蒂，独角仙自然产生巴蒂逆光板，哇塞，赞吧！我有六个姐姐，一直哥哥。有你悄悄哎、欸，哦，你悄悄咬我，赶快！好难得在这边遇到你悄悄哦，超厉害！你悄悄来，你悄悄来，赶快！你悄悄来了，哦，虎头蜂来了，你悄悄也来，虎头蜂也来，好，看我的时间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乐姐阿姐，今天早上在我们新北市这边的山区。那很棒的是，来这边我想有点空档，我来看一下独角仙。没想到来看的独角仙就像刚才大家看的那一只一样，然后它就往上爬，然后就噔噔，你悄悄出现了，你敲形虫哎，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甲虫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大颚长得像敲形虫，触角又像天牛，可是呢，它却不是敲形虫，也不是天牛，所以我们叫它你敲形虫。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它真的很会飞。然后这只为什么那么乖？我也不是搞得很清楚呢，但是很棒，非常开心。哇，那一只独角仙呢？阿仙，阿兰阿仙呢？阿仙在这边，阿仙在这边，我们看一下阿仙。好，有看到阿仙吧？阿仙的屁股给大家看，非常棒。那其实我们现在在这边，这个是这棵树是白鸡油，白鸡油是很非常棒的一种树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在自然的环境中，等一下我看一下阿敲，你阿敲。在自然环境中，白鸡油它提供给各种昆虫动物啊、非常多的这个食物。为什么？光是看它的树皮，等一下我们会看树皮。然后我们现在边走，好，先跟阿仙说再见。阿仙，阿仙拜拜，大家要跟阿仙说拜拜。文明早，伟成早，和平兄，哪有什么真好？独角仙，只要你愿意的话，找到白鸡油，然后在山边就有机会看到啊，对不对？阿狗像，明宪兄。一语早安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，其实这边整片是光蜡树的森林，然后非常棒。刚才有很多地方已经是什么，已经是非常多的，哇塞，虎头蜂哎！今天这个直播最主要是要跟大家提醒，虽然说独角仙季已经快要过了，但是很重要的是，很多朋友还是喜欢到野外找寻这些漂亮的昆虫。那这些昆虫你找寻它的时候，因为植物流出汁液，可能会吸引非常多的生物前来，包含虎头蜂在内。那我们都知道虎头蜂是有毒的，所以我一定要建议各位，你在看观察独角仙或找独角仙或找这些敲形虫的时候，你必须特别注意是不是有虎头蜂在旁边。最容易看到的虎头蜂有几种，我想刚才看到非常多的双金环，就是黑尾虎头蜂，然后也看到黑腹虎头蜂，台湾最毒的。那我在这边还没有观察过什么，还没有观察过台湾大虎头蜂。可是到山上，如果我相信很多朋友对青冈栎很熟悉的，你会去找青冈栎树、找敲形虫的，一定就知道，在青冈栎这边非常多的什么台湾大虎头蜂，超级毒，而且又大型又可怕。我曾经被它追着跑，大家要记好，万一真的招惹到虎头蜂，一定要朝反方向狂奔超过100公尺，再停下来看状况，千万别忘记。阿敲一直跟着我一起走，他好可爱哦，他不飞走。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毛已经刮得光光了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他已经老到一个程度了。到底是老到不会飞呢，还是真的这么喜欢我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很棒，这是一个有趣的自然介绍。然后我刚才在树干上发现许多的斯文豪氏攀蜥，因为这时候很多昆虫它会停在树干上取食这些汁液。哦，我跟他们看到扁锹了，好嗨哦。然后斯文豪氏攀蜥又趁这个机会顺便来干嘛？看到蝴蝶吃蝴蝶，看到可以抓的就抓来吃。我看那一只扁锹，是扁锹，对，这样我没认错，还不错，是母阿扁呢。给你们看到我的手指头，哦，这里啦，有没有看到这边？对，母阿扁，它是母阿扁的，母阿扁也喜欢吃这个植物的汁液哦。前面有好多青斑点，哦，我们的你阿锹飞走了，拜拜，你阿锹。好，我们的拟敲形虫已经飞走了，非常棒。我想在这边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看，我等一下要带大家看的是树干。为什么要看树干呢？好，我现在要把镜头调回到这边。哇，这个这根树这样很棒，有非常
非常棒的一个自然观察的密码在里面。为什么用密码？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这个，这棵是光蜡树，看到我的手了没有？非常棒。光蜡树我们上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伤痕，伤痕有这种还在流汤的，有这种稍微干掉的，有这种已经干屁了，有这种已经整个包起来了。那其实我跟各位分享很简单，就是你找到光蜡树啊，大家说怎么找独角仙？找到光蜡树第一个就是找这个，如果看到这个痕迹就代表什么？代表独角仙吐过，所以呢他把这上面的树皮吐掉了，吐掉以后吸食这个流出来的汁液，这是其一。其二是这个就是去年的，去年我们说这个叫拉链，三秒大条，好，这条叫拉链，有没有这个？这去年的它已经愈合了，那当然还有这种更愈合的，就是植物它会自己慢慢修复回来的话，这个应该是前年的。所以各位只要看到树干上面有没有，很简单的是有云状斑纹，不夸张不？它的树皮上面有类似这种云状斑纹啦，树皮会有点剥落啦，然后再加上这个伤痕，超棒！那各位，我可以肯定你就找到了什么？找到了光蜡，找到光蜡树就找到我，当然不是啊，找到光蜡树就找到独角仙。可是呢，不要忘记独角仙的产季，每年从五月底，对，南部五月底到北部最后大概八月底，差不多就结束了。那很多人说独角仙是不是绝种？真的曾经有人打来问我过，他说：“杰克，我现在找不到独角仙，独角仙是不是绝种了？”各位，独角仙那没有绝种啊。只要森林的环境在，看看那么漂亮的森林环境，只要森林的环境在，这些生物就永远不会消失。这是我常常在跟大家提醒的。哇，那边有看到一只母蛙仙了，好大、哦！我们来看这只母蛙仙好不好？来，我先注意看有没有。我要注意看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注意看有没有虎头蜂没有？超棒！好，我们来看母蛙仙。对的，母蛙仙也在吃。这只母仙好大、哦，超棒。非常棒，大家在这边很努力的吃饭啊！虎头蜂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双金环，还有中长角，还有一只母蛙仙，我们来看。好，让各位转过去。大家早安。好，双金环也是黑尾虎头蜂，为什么？你看它颜色就知道了，肚子上面有两条黄色的缎带，然后屁股后最末端是黑色，所以叫黑尾，又叫双金环。竹尾藻，莉莉竹尾藻，还有中山鸽藻，哇，来了，要挟我，这只小只的是黑腹，你看，黑腹的要把那只中长角赶走，你看，哦，好，赶下去了，超厉害，非常凶悍，我看黑腹来了，我要先走一步，黑腹真的很可怕，黑腹要赶双金环，你看，黑腹一就位，双金环马上飞走，黑腹才是最可怕，然后这只小小的阿仙，哦，还好我躲过了，超厉害，很多人会说，为什么我很喜欢讲超厉害？Look at me， 我跟你讲，看到自然生态就真的很厉害啊！而且我每次看到这些自然的生物，我觉得嗨到一个极致。它是一个哇，咔，两只斯文豪氏攀蜥在那个树上打架。有没有看到斯文豪氏？斯文豪氏攀蜥，有没有看到在福利影山的两只？有没有雄性个体？树干上有没有看到啦？我不能太接近，我怕他们吓走。这画面好棒哦！有没有？没错，黑尾是温和的，对，黑尾双金环是温和的，然后那个叫做黑腹才是凶狠。你看，两只，有没有看到两只？好可爱，他们两个在打架哎。好，上面那只雄性个体感觉上赢面比较大，因为它看起来像抽，金抽用。皮姐早，大家早安，哇，大家都好早。那两只有没有再继续呢？有，都冲过去咬两下尾巴，然后呢，俯领身。好，让它慢慢浮领身。我们找到哦，上面有一对，你们看到旁边有一对独角仙，对，就是那个突出物。看我手指头，这个突出物有没有？那突出物是一对独角仙呢，旁边两只攀蜥在打架，只有一对独角仙在旁边进行人生大事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怎么好？我看手机可以把这个镜头再放过去的，可以耶，有没有看到？那边一对独角仙，然后这一对攀蜥。不是一对攀蜥，是两公在那边互相的僵持，坚持不下，好嗨哦！可是这边有点逆光啊。赛龙藻啊，对啊，有独角仙真好，自然的环境，这些生物永远不会少。哇，他们打到独角仙那边去，会不会吵到独角仙呢？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很无准，为什么？一边两个对峙，一边看我，攀蜥在那边
两个在那边咚咚咚咚咚，头这边摇啊摇，有没有看到？对不起，因为我用手持的，所以有点晃。哦，好，他终于打扰到我们的独角仙了。可恶，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为了抢地盘，把独角仙一起弄掉。好，不打扰你们两位导。非常棒，你看小小的一段，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生态。然后我们来找找看，我看还有什么特别的生物。因为刚才地上泥滩地上面有很多，因为它有点积水，所以枪哥早啊，枪哥，韩军妹早，韩军妹早。因为刚才有看到那一个泥滩地，然后泥滩地上满满的青斑蝶在吸水，那是一个很棒的画面。可是呢，拍着太热了，我不要过去晒太阳，我已经满身大汗了。等一下还要干活，我不要全身都湿湿的，这样不舒服啊。好，啊这边好，你可以看一下什么叫做，我闻到春象的味道了。刚才我打扰到春象吗？我们可以看我刚才提到的，就是它的白鸡油的树皮有点剥落的样子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有没有就像这样，有点剥落，云状斑纹又有点剥落这样。所以别忘记，白鸡油很好认。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大看树干了，我看树冠顶层，我看树叶的样子，我大概就知道它是白鸡油了。因为看久了你就会认啊。好 ，look， 哇塞，今天早上独角仙没那么多。其实我应该早一个月来，早一个月来的话东西会更多。可是你知道，真的事情又多又忙，然后我这边有个树洞，有哎、欸，有树洞哎、欸，我在猜里面会躲扁锹，晚上的话弄不好扁锹会爬出来。再看看 ，look。哦耶，好，都是五头蜂了。上面有蝴蝶，可是这样应该看得到，因为这边顺光。我们看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哇，有看到蝴蝶吧？蝴蝶也会在上面吸食哦。好，我要钓回来了。畜生啊！让大家看的眼睛都花了，这样实在是不好。好，这样好多了。好，镜头钓回来。好，换手拿，哇塞，超棒，这样很棒啊！照理说，我看哦，有，我又看到独角仙了。这边好小一只阿仙母的、哦，这只小到一个极致。我们来看它有多小，用我的手指头当比例尺，好不好？安内加塞甲，我刚才以为是金龟子，对，可是独角仙是金龟子科的，没错。独角仙的母虫其实很好认，它的头部前面啊。还是有点小小的凸起物哦，所以别忘记了。大草你好，早安啊，早安啊，明磊兄，俺们赶紧上班过来加路上。我们来看这边这一只，啊，逆光，看看，这样，啊，有了，形状出来了吧？各位看到了，在画面正中间那一只，那一只也是公独角仙，很棒，他们都非常喜欢在这个中。好，我要慢慢再走过去，看看还有什么特别的。Look， 哇塞，今天也是艳阳高照，你看，热到爆炸。看看，我记得上次在这边有看到苔参啊，所以我希望看能不能找到苔参。你知道，在光蜡树上面找到苔参，并不是一件难事，只是越来越少了。以前还蛮大的机会，就是来几乎都有看到，而且以前还有看过苔参跟独角仙打架，可是那时候都没有录影，我觉得好可惜哦。我们来看看。这一段，哇，那边太高了，那边树上很高有哎，可是我们看不到，因为太远了。现在都是虎头蜂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独角仙已经少了，虎头蜂已经开始出来找东西吃了。看看树皮，这一段东西比较少，虎头蜂比较少，比较少比较好。好，这一段我们来看这一根树干，这个树干就非常的明确。好了，看到这个树干了吗？这皮已经剥到一个程度了，所以各位非常好认，千万别忘记这一些基本的白鸡油，就是光蜡树的一个认识。然后最近很好玩啦、啊，最近我上了很多独角仙的课程哦，脸都黑了。最近上了很多独角仙的课程，我最喜欢跟大家聊的是什么？我最喜欢跟大家聊的就是独角仙的台语怎么讲。上次我们有提到啊，有人讲说独角仙、独角星。这个翻译是直接翻译，这样翻起来不就像眼镜蛇吗？眼镜蛇直接翻译，眼镜是目镜，蛇是爪，目镜爪当然不对。眼镜蛇的台语是本七请，别忘记了，那是本七请才是正确的。然后很多人在谣传什么，到处都说什么有人也放什么金刚眼镜蛇。各位，金刚眼镜蛇
在台湾的野外还没人发现过，少数的玩家持有而已。所以我要建议各位不要再乱发那一些没有科学证据的脑补资讯，让大家人心惶惶是不正确的。好，回到正题，独角仙，独角仙台语怎么讲？上次有提啊，有人讲追孤杠，我想追孤杠的名字很明确，就是讲他头上像牛的角。然后有人讲千斤顷，千斤顷就可能是他那个头角的那个动作，把东西给有没有撑起来。然后有人说独角金菇，独角菇啊，我觉得都 OK， 因为这都是很标准的独角仙的样貌，也是标准的台语，所以别忘记了，不要再独角仙、独角星啊，我独角凹嘞，独角星，这些都是我们用国语直翻，但是真正的台语有它的念法，所以别忘记。哇塞，这棵树真的超可怕的，满满的虎头蜂，我好怕哦，因为我超怕黑腹的。为什么？黑腹是台湾最毒的，而且我有点过敏体质，我还被它叮一口。各位，我就先走一步啦，再看一下。哦，对，上礼拜我忘了讲，上礼拜我去桃园那边的礁山走，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很久以前看过独角仙会爬到构树果实上面，可是那已经好多年前，我在写带着孩子玩自然的时候看到的。那一天我又看到了，而且那一只超大只，有将近八公分，我用手杖量一下，真的超厉害。对，没错，我必须说，你不能怪那一些媒体，是因为很多人他其实是因为热心，而且又想要把这些资讯做传播，但是这些资讯很大的问题是没有经过科学的证据。什么叫科学证据？那一只蛇到底有没有人去鉴定过它是谁？然后到底人家野放的是什么蛇？因为大家远远看到蛇就害怕了，然后开始讲，哎呦，东南亚好大只哦。很多人都跟我讲说，台湾哪有那么大的眼镜蛇？各位，台湾眼镜蛇很大。我之前第一次遇到眼镜蛇在哪里？在花莲。那一次遇到那只眼镜蛇超长，我们远远就看到了。结果车子开过来，我们边跟他讲别开过来，别开过来，那台车加速过去，眼镜蛇就挂了。当场挂，整个嘴都是血，我好难过。然后后来有一次看到眼镜蛇是那时候小白鹤还在，那时候已经变大白鹤了。我要从台北开到金山去看它，所以跨阳金公路，车子开过去，我在快到金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奇怪，路边为什么一条黑色水管？一看不对，怎么可能一条黑色水管在路边会动？车子停下来追过去一看，我的妈呀，好大一条眼镜蛇！再冲回我的车上去拿相机。你知道吗？他被我追着跑，他根本就不想遇到人，他根本就不想咬我，他一直跑，然后到我们那个挡土墙，挡土墙不是有那个水管要泄水的吗？每一个水管他都装进去钻，要钻。我必须说，眼镜蛇我真的没有拍到一张漂亮的照片，唯一一张可以用的就是刚好他背后的眼镜的样子有出来。所以各位不要再以讹传讹了，当大家在传这些脑补的资讯的时候，我希望各位问一下身边的朋友，问一下社团，现在两栖爬虫的社团那么多，昆虫社团那么多，有非常多的资讯可以让你问，问了以后再发作，不要没事就发作，这样子不大好。好，我前面有一只熊蝉哦，不知道是不是刚羽化在下面，我们来看看，等我一下哦。等等等，会不会我一蹲下去就飞走？有可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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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，有看到了吧？熊蝉呢？我不知道他要上我的手啊！靠，对不起，我骂脏话了。这只熊蝉已经 check it out 了，为什么他身上有蚂蚁在爬？可能已经挂了，真的。啊，怎么这样子啊？你好可爱哦，你挂了。各位，他被挂了，因为我看到他身上有蚂蚁。对，挂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在自然环境中是这样。然后我要再提醒一件事情哦。好，把画面转过来。为什么要？再提醒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曾经有人在到处疯传说蚕都是十七年蚕，然后十七年蚕在地下生活了十七年才钻出地表，然后大家都以为全世界蚕都是十七年蚕，不是，那只有美国的那个是十七年蚕，美国还有一个十三年蚕，意思就是他们在地底要经过十七年跟十三年，然后才会慢慢的爬上来，爬到树上羽化，长翅膀出来以后，它大概只有一周到三周的寿命，就为了传宗接代。但是在台湾那么多的蚕，都十七年吗？没有，台湾应该没有十七年蚕。台湾到目前为止，我的好朋友研究，他说应该大概都是一到五年不等。那可能有一年多的，可能是谁呢？草蚕，有可能，因为还没有人去做这样的观察跟研究。你知道要养一只草蚕很辛苦，你要准备一大盆它的寄主植物，然后让它产卵，然后有可能它是你的硕士论文，你让它下去产卵。
到隔年弄不好还没出来，你根本来不及交，所以这个很应该不会有人做了，我觉得那太辛苦了。可是大家可以藉由自然观察，多去了解这些生物在我们环境中的意义。当然这只蚕我们也要让它回到环境中，为什么？因为环境会利用它。好，一样放到该的草上面，该的蚂蚁我们就让它继续利用，非常棒。别忘了，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回归自然，回归自然以后让环境再利用，这些养分会回归到哪里？回归到森林中，会回归到这些树上，然后隔年这些生物再继续利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刚有看到草蜥耶，草蜥一瞬间就钻下去了。好，因为最近喝了很多那个养肝茶，我之前有提过，我之前那个某项指数很高，所以养肝茶喝了以后，它很容易让我发汗，我觉得是一件好事，就是让我整个代谢变好，而且我现在都很早睡，因为不能不早睡。如果没有好好照顾身体，我怎么对大家碎碎念呢？我要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念。大家不用长知识啊，我们的知识是教学相长，你们有问题提出来，然后我把我知道的告诉大家，如果不知道的部分我也会去求证，想尽办法的把这些科学的知识，阿仙又出现了，好吧，念了半天，我们最后让这只阿仙来帮我们画上句点。